泡沫，恋爱也许是空，恋爱也许是空。那边有一间便利商店是可以弯进去买东西的。我不知道，你连真的不知道？真的吗？你都回到几岁，怎么会相信这种鬼话？哎呀！哎，你现在可以唱一首歌，因为整个车里面的人都听到。我为什么要唱歌给你听？不是啊，我就想感受一下那个环绕式音响感。你唱一首《鱼》来，年年有余，很农历年的感觉。我他在影响我。冠军，你先冷静，让他唱一下。不是我来哦。什么？我是一只鱼，我不能够喜欢你。好浪漫哦。可以啊。怎么停下来了？我们还在听啊。我坐了公车，我要唱那个柯有伦的歌给你听。好，恋爱演戏，爱你怎么会？爱你怎么会的？不爱我会泡沫，对，恋爱也许什么？肥皂没有泡沫，恋爱也许是空，恋爱也许是空。爱你怎么会痛？不爱我会发疯，这样简单的我，其实比不难懂，不难懂。我唱完了，他都讲出来。车子里面对唱，深情对唱，可以可以，而且我发现那唱那个了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我看到他年纪我们差不多了。所有都不是为难了自己。你应该知道这是学生隧道，我知道啊。那你知道学生隧道中间在他旁边有写数字吗？12、11、19、87、60，你知道八号那边的时候，你要讲什么恐怖的吗？没有，那边有一间便利商店是可以弯进去买东西的。我不知道，你连真的不知道？真的吗？对啊，不知道啊。你听起来很像在讲恐怖故事。没有，可以买咖啡啊，你喝咖啡吗？真的吗？对啊，我从来没有在那边买过，真的。就像类似这样的凹槽啊。屁啦！你不知道？我不骗人。傻眼呢、欸。骗人。哎、有怎么办？快点啊，来赌，来赌啊！快点，现在11了。我不相信，没有吧？那要不要赌嘛？明明在逃避我的眼神。快点啊！你要赌啦！我觉得没有。好，赌喽。赌什么？不能吃红槽油。赌注也太大了吧！真的正常、快点，剩十了，喂！你说是赌有还是没有？有，我赌有啊。我觉得没有、欸。来喽，要赌吗？好，我要紧张。还是是有啊。要改可以改，快点哦，快点哦。那有的话，我们就去买一杯咖啡。好。好。好，那你要赌什么？那我赌有。好，确定哦。嗯。有没有？我想知道。你喝拿铁还是喝美式？它数量它的种类不多。美式，是真的假的啦？我怎么突然都没有看过？啊，我就是会带你深度旅游的人，你平常在台北待太久了。在右边，久了，来，中午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啦，来，前面，哪里？来。都回到几岁，怎么会相信这种鬼话？哎呀，
你怎么会相信这种鬼话？我去！没有，你刚讲完，我一开始没有信，但我后来想说，会不会是那种自动的？不是你没有信，你没有信就要坚定啊！你要坚定自我啊！不是，你的眼神看起来很真诚哎、欸。我没有真诚，我是想要骗你。我刚才想说啊，会不会像日本那样，然后可以就是开过去，然后这样停在那边通告？而且因为我很久没有来这里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对，我想说会不会有改装？毕竟学生那么长，对，就大家无聊，对，有可能大家就是开车累了，睡着。对啊，